你好，早上的10:36，社长报告，社长报告。我们昨天连中了第四次，我们前三次不收吃红的钱，第四次一定要吃红600块钱。凡没了寄来的人，我们都今天通通啊不再寄出去。那么你有付1000块押金的人，那我们就减掉600块，退你400块，啊，那你如果说你1000块，我们从下个月开始收会费的啊，是要有1000块的会费，没有什么押金不押金的，天底下没有白做的工，我这个月等于是全部白做工啊，当然是你月初有中过一次，然后现在连中四次，也是中5次。好，所以说你必须要付吃红的钱，凡是没有今天寄吃红的钱，一律不去排斥。